大家好，我系超级文件电脑全网通多关注360零时光摩地看真高清电子烂咗猫空方便动都小细力批婆烧石机的主持人，简称超人。近日我哋节目组收到咗个粉丝嘅来信，我发觉我侄啊最近嗰啲动静啊好奇怪嘅啫，昌日咧啊对住空燕咧自言自语口啱啱啊鬼日啊咁啊，有时啊词唱歌，有时啊念念油脂，有时唔知念咩口诀。我哋喺后面静鸡鸡咁样跟住黄衣个仔喺人行道上面行行下嘅木仔，突然间做出啲异常嘅行为。阿木嘅怪异行为唔止无啦啦跳舞咁简单。我哋喺佢嘅办公室出边静鸡鸡拍摄，发现阿木突然对住个电脑屏幕开始化妆。姑呢化妆品啊，佢系姑娘一先买噶咋，佢得闲咧佢又攞去化噶咯。啊，一边化咧一边笑嘻嘻，十足牛头咁嘅字。化完妆变身精致男孩的阿木跳跳扎咁样入咗男厕，我哋决定跟入去睇下。我的老公超帅，居然听到佢喺度唱歌。阿木嘅一系列怪诞行为令我哋嘅摄影师都为之震惊。综合求助人所讲嘅同埋拍摄嘅状况，我哋特登咨询咗下中山大学隔篱、西山大学隔篱嘅青山大学真心有问题专家李奕俊教授。教授，你觉得是不是传说中的撞邪现象呢？没有怪异，也没有撞邪，它是抖音发作。抖音？你不会没玩过抖音吧？我的老公超帅，捞我手时超帅，摸我头发超帅，亲我时候超帅。我的老公超帅，吻我时候超帅，摸我头发超帅，爱我时候超帅。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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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花。